每日灵修亲近主，活在基督里。主后2021年9月6日。主耶稣啊，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。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，渴慕的心与你相交。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，感谢主每天扶持我，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，信实的主，圣洁公义的主，大而可畏的主。我要敬畏你，听从你，尊你的名为圣。我把我的重担忧虑卸给主，求主断开一切仇敌及环境的压制，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恼我情欲的压制，赦免我被盗的罪。求主耶稣用今天圣经的话光照我，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，赐给我永生的生命。我要存爱主的心来跟随主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诗篇第68篇第28节，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。神啊，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。主耶稣，求你赐下能力，带领我胜过罪，胜过谎言，坚定我做新造的人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是否已经被耶稣宝血洁净？是否羔羊宝血已洗净你？是否你已经完全信靠主？是否羔羊宝血已洗净你？箴言第一章8-9节。我儿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向上的金链。我儿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向上的金链。主耶稣，我要听从父母教导我敬畏神的训诲和法则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快快脱去从前行为的旧人，快快求羔羊宝血洗净你。是否完全交托主，快快求羔羊宝血洗净你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说，你们要喜乐。主耶稣，我要靠主进入真理，我要因主所赐的生命喜乐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你是否已心甘情靠羔羊